能剥皮的芒果糖、香蕉糖，还有他家两款水晶糖，现在是买三包送一包，比较划算，姐妹们。它这个是真正可以剥皮的，然后它是里头添加原果汁的，所以果味非常的浓郁啊。这个也是姨给大家推荐好多次了，你们可以放心拍啊，看一眼，这个是完整的芯儿，然后这是皮儿，吃到嘴里软软糯糯的，然后芒果味浓郁啊。假期来一包真的是好吃还解馋，这个皮儿非常 Q 弹，非常劲道啊。这个香蕉糖的颜值也太高了吧？香蕉糖。香蕉糖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太过瘾了。浓郁的香蕉味儿，吃甜食真的会让人心情都变好。它这个里头添加原果汁，果味非常的浓郁啊。这是水晶葡萄，水晶葡萄有点像生啃秦王的感觉，一口一个，太过瘾了。再给大家剥一个紫葡萄的啊，剥出来以后是晶莹剔透的，像水晶一样啊。从底下往上剥，姐妹们，非常的简单啊。看，剥出来以后是晶莹剔透的，看里头是芯儿。然后外头是皮儿，能吃能玩，非常有意思啊！果味超级浓，然后我妹非常爱吃这个紫葡萄的。现在是买三包送大家一包，比较划算。下方链接啊，带上两份回去尝一尝啊。